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右拳。我是风金。今天我们两个都在玩上古卷的，可是我是玩 PS3， 他是玩 PC 版，因为他没钱。我没有钱啊，有一点没有钱。然后现在我在干嘛呢？啊，我被发现了。谁在旁边？也没有。现在我在偷战狂他家的东西。也没录过吗？录什么？你之前有录过吗？录过什么？上古啊。有啊，我不是跟你说我已经拍很多部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哎，我爬切战狂好不好？我会不会被打？存档啊，然后爬看看。好，不往前存档好了。战狂，我来爬窃你啦！不过是战狂他老婆啊。哦，爬窃是战狂赢老婆欸，应该吧？应该是赢老婆吧？你是要摸人家脑吗？战狂家钥匙欸，拿走。干！啊，被发现了！我该死啊！歹路啦！人家钥匙还要，这你不是都会躲着吗？因为我前行啊。啊，为啥会被发现？因为我摸他身体吧，那就被他发现了。如果直接拿走，你直接拿走，他就会发现了。我拿第一样他没发现啊，我拿第二样他好像就发现了。因为你拿的是钥匙，挥舞巨剑。你怎么知道我拿钥匙欸？因为你刚刚说你拿钥匙啊。欸，断了。我增加至22了。充满刺激性，刺激充满性，充满刺激性，又再来偷骗全家，全家就是你家，所以我才要偷骗全家。畏惧法啊？没有，我在乱吃东西。会大便哦！哎，我带太多东西了。那个混蛋呢？那混蛋水虫呢？就过来，让我好好调教你。嗯，药水丢一些在你身上好了。啊，我喝掉了。给你一些药水好了。啊，我把它喝掉了。第一滴药水给你一个，第一滴药水给你一个。畏惧毒素。不要。畏惧法力。鲜血王冠，好可怜哦！我本来已经变成一个炼金术的实验品。骑士，哦，现在我要来模仿《倒霉盗贼物语》的主角安德，我要再爬窃他一次，顺便把他皮带偷抽走。太过分。然后等一下再换战狂的主人翁、主人家爬窃，爬窃再爬窃。
啊，被发现啦！抱歉，抱歉，我错了，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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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拿你们家东西就好，我不会爬切你们身体，真的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咦，我家水桶没？被我干掉了。你家水桶说要跟着我走，然后我就带他去调教一发呢。剑齿舞很好打哦，超好打的。我觉得剑齿舞很好打哎。人在哪里？他跟我说我的潜行技能超弱。其实根本就不用潜行啊，因为大部分东西都可以拿、欸。可能是因为我是容易的关系吧。没有啊，你要看有些人的东西就是不会给你。我拿到木碗了，我把一些垃圾丢掉好了。我竟然拿到碗，剑无齿，简称无齿。欸、我有悬赏令耶，阅读一下。奉强者八而古夫之命，致所有啊儿女土匪骚扰，总觉得这好像没有用。你知道有很多任务可以做吗？那个城里面。我知道，我现在在做啊。所以我现在正在做我自己本身最喜欢的任务，偷东西。我觉得蛮伟大的哎、欸，你不知道吗？身为一个盗贼，就是要这么做啊。好。哎，我身上还有没有垃圾？就是像碗啊之类的。哎，你开锁器有多少？我现在剩20个。开锁器啊，哇。哎。啊、幹我身上为什么会有篮子？所以你剩多少啦、啊？看手机了，21个，多一个，没关系，我马上就偷回来了。刚刚都中邪，然后遇到一大堆的敌人，吓死！你怎么醒来了？我吵到你了吗？抱歉，那我潜行好了，我不会吵你，真的。探搞胸肌，听起来好变态，探搞胸肌。搞胸肌，什么东西？你在说什么？胸肌。什么胸肌妹？探搞胸肌。啊？探搞。鸡胸肉，探搞鸡胸。白痴。然后我刚刚看错，以为是探搞胸肌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我要慢慢走，不能走太快。我还是不能走太快啊，他会听到声音啊。如果是穿重甲，他就会听到。我要穿轻甲还是重甲？轻甲是皮革。欸，那我穿的是钢甲。钢甲就是重甲。我就站在他旁边，我还前行个屁啊。哇，棒哦，这里有魔石器耶。魔石器，我觉得还好吧。那我就可以把我的武器加强一下。武器加强，我觉得还好吧。虽然都好像只加一点。哎、欸，干！因为他在二楼，难怪想说奇怪，为什么要看得到我？兽人收集匕首，哦干，好帅哦！身上越来越多奇怪的武器。
那种轻轻一动，他也会。这管就是僵的，像是老的辣，老人家马上就发现我。哦、老是僵的辣，老师姜很辣，老师一点也不辣。那个老人家怎么都不睡觉？是操死自己啊！